这个小小的河，我其实有点小担心，它不会跳过来吗？尤其像这种比较凶猛的动物，它难道过不来吗？ Hello. Hello. 看这什么 ？What's this? I think it's a. Is it a map of the zoo? Yeah, correct. Find a giraffe because it's my favorite.我们在我们 animal 的书看到了很多很多 African animal。哇！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了 ，OK？ Yeah! OK， 去动物园喽。那金盆呀，娃娃的吉娃娃。我们低估了 school holiday 的威力，好多好多人。嗯哼。在这里租电瓶车需要有驾照，并且要满21岁的 full license 才可以租电瓶车，比开车都严格。OK， 我们大约几点？几点出来？出来呀、啊！你今天不得？没有没有，它是3个小时一算，我觉得我们就算6个小时算了。3个小时我们肯定出不来，对吧？现在9:30。Moments later. Hi. How are you? Good, thanks.We don't have any cards. No car here. No car. Well, the only options that you've got is you can walk through. Walk through is too far. You can hire a bike. Uh-huh. Or you can take your own car through. Okay. Yeah.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遇到可以开自行车进来的动物园，还蛮方便的。好多人。我还以为不会有那么多人，但是现在应该 school holiday 的时间，所以都带小朋友出来了。很多自行车现在在排队往里进，就是我们不用非要租他那个电瓶车，那电瓶车好贵的，73个小时，你基本玩一天要怎么样？要6个小时。不过自行车我确实有点不放心，我自己的车机。是我不放心，你那摔了吧这个？啊，小朋友有那个后斗。那人家自己带了，谢谢。哦，好吧。动物园还没这样配置。1 hour later. I know you want to do that. Flashback. Hi. We are new members, so we don't have cards. Haven't got your cards? Yeah. Just registered, have you? Yeah. There you go, no problem at all. So one way truck, pull it all the way around. Uh-huh. Come through as many times as you like, okay? Okay, thank you. Yeah. Woohoo! Let's see you.I'm gonna be a mighty king, so enemies beware. Well, I've never seen a king of beasts with claws in my hair. 他们家里面养的跟狗似的，这是澳洲土狗吗？Oh,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You have rather a long way to go. Many hours later. This 里面的帐篷是动物园的酒店，但是我们已经订不到了。下次可以来试试。长颈鹿啊、斑马啊什么的都散养在这里。现在2点钟，我们刚刚在这个园区中间位置有一个叫 water hole 的地方，这里有小朋友可以玩水的地方，还有一个吃午餐休息的地方。这儿比我想象的要好，午餐做的还不错，尤其是它的 beef burger。 从进门的地方到这里大概有2公里多一点，整个走下来可能要5公里。如果是一家人，他有一个 family ticket，它是2个大人，最多4个小朋友。那如果是买一次性的票的话，是121.6块。那它年卡的价格大概就是198，然后要加一个20的注册费，就是218。可是这样的话，你全年就可以随时都来，就无论是悉尼那个还是西部平原这个，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划算的。The next day， 大片的，好多呀！
我们现在已经在回悉尼的路上了，我现在被两个小朋友缠着，没办法。那我们在 Double 除了这么有名的动物园之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看飞机的那个地方叫什么？ The Royal Flying Doctor Service。 Yeah， Royal Flying Doctor Service Center。那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小不一样，是因为澳洲土地面积很大，中西部地区非常的荒凉，医疗资源无法覆盖。那在这种地方下，就需要用飞机来做医疗支援，所以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那我们也算是为了去支持一下，所以我们买门票去看了一下，那里面的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叫 Crora， 是澳洲非常有名的油菜花产区。从动物园出来之后，我们向南走，稍微兜一点点路，我们就可以来到这里这么大片漂亮的油菜花田。